现在在去跑马拉松七天的路上，天还没亮，现在才六点不到。他们很多人也是穿着自己的衣服，这边还有临时卖帽子、卖魔术头巾和鞋子的，那边是物资。他们这是全马快开始了吗？10000米，人生中第一次吃能量胶和盐丸。真的是超级甜，超级厚。不是已经开始了吗？这个就是21000米的地方，无人机在给我们拍照，大家都对着无人机比耶。他们从外面来不及进来了，就这样钻进来。开始了，6:45了，加油加油！跟他们击掌击掌！我现在想把帽子丢掉了，好累赘。看，看，给你们，这个是昨天拿号码牌的地方，已经完全拆了。5分钟过去了，才跑2000米。这个是两边隔开的，方向分隔的。那边是补充物资的，这个方向也有人去拿物资。他们在酒店上面拍视频，城市 logo。这是第一个中转点，应该2.5千米了。刚刚看有很多拄着拐杖跑的，现在是5000米，大概就是40分钟5000。等一下，我跑了21，到了终点之后。我要等那些42千米的大神，第二个补给站，我觉得我不渴，太伟大了。现在是7000米，等到10千米我就安心了。我觉得现在一直在前面盯着一个目标，超越他，这样反正我就不至于说拿不到奖牌了。现在这条路上全部是21千米的了，10千米在前面那个路口拐弯，有一个紫色的那种弯的标志，这是我第一次拉补给，快8000米了。这边是饮料，这边是水，我拿了一杯饮料，我真的感觉停下来就跑不动了，拿了饮料特别不方便。8000米一点累的感觉都没有，就感觉脚停不下来。这是后面的补给挺密集的。What? No, I don't. Give me glasses. Cool.这里是一个下坡，这边是给 glasses， 它这个又是紫色的这种标识。不过我们现在剩下的应该都是半马或全马的了。这里是9000米，太阳好大。这里是9.5千米，终于不用逆光跑了。那边有两个拄着拐杖跑的，应该是跑半马。我吃一个盐球，前面就是10千米啦。我现在感觉很 OK， 我很想拍前面那个。带吹着旗帜的人，因为他戴的是有线耳机，所以只要体力好，根本就无所谓装备。后面这些也是带着这个成牌的，跑21千米的，那边跟我们这边相差已经2000米了。那边有移动的卫生间，这里是10:03千米，已经8点钟了，相当于是75分钟跑了一半了。这个大哥太厉害了，这是11千米。昨天看路线图有两个，就是离开海边往里面拐的地方，这边就是最后一个拐弯了。我决定现在再吃一个那个能量胶，我就以这个哥哥为参照，跟着他跑。感觉他们可能是亚瑟士赞助的运动员。我们现在要转弯了，他们在唱歌。这是我领的第二杯补给，他们拿着喇叭喊加油，现在是跑出第二个环线了。刚刚喝了一口水就把跑第一个的那个拄拐杖的大哥跟丢了，他现在应该在这边了，我待会儿要跟上他。加油！前面是14千米，刚刚我碰到了我的小伙伴，他应该跟我说我前面0.5千米，他说在终点等我。我看到第一个大哥了，他在这里。应该就一个小弯就可以追上他。21千米的是这边，他们外面的是42千米全马的慢慢跑，太惨了，后面的路要顶着大太阳跑了。我来，不知道他在上什么。Gracias。那是16千米，最后5千米我就应该是最痛苦的，因为正对着大太阳，没有帽子，脚板外侧感觉拉扯抽筋。到了16千米。感觉好多，感觉身体的不良反应都来了。我觉得左边这个地方有点岔气，也有点疼。
我已经休息了大概3分钟了，正慢慢的走。其实我感觉一点都不累，我还有体力，腿也不累，身体也不累。好啦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吃盐丸的时候是从右边咽下去的，没有从左边咽下去。它这边也有补给的地方，前面那个就是这个城市的 logo。奥拉，来点可乐，反正在休息。Glasses， 巧克力，这个就是城市的 logo。他们都在给他鼓掌，我等一下就跟着他跑了。他也会接受一点补给。奥拉，大猫，感觉这个应该是他的家人陪他跑，他又给他的腿上喷一些药剂，好棒。现在就觉得刚开始的时候应该跑快一点，跑多一点。到后面抽筋了，真的好难。这是已经跑完了的路，好像是5千米、10千米的，在街上溜达。现在是17千米，我现在的感觉就是，我是这样穿着跑步的，和汗屁一样，因为左脚抽筋，就基本上都是用右脚发力，然后忘记自己的疼痛，就想再怎么样，那些就是的人，他们拄着拐杖跑。再怎么样我也不会比他们痛苦吧，他们这是干嘛我都忘了，手上有一个刚刚他们送的糖已经成这样子了。这边相当于是马赛特兰的渔人码头，终于快到了，手机上面已经是20.5，这边才19公里。哎呀到了，我的软件上面显示已经21千米了，这个地方才20千米。我觉得你很了不起了，非常牛逼，好快乐，好快乐！第一次跑步，你不但完赛了，而且2小时40是个很 OK 的成绩，而且你是属于这种也没有特别专门训练的，从来没跑过马拉松，下次一定会更进步的。你这个身体素质真的可以，如果你再稍微训练一下，绝对进步是飞快的，你的成绩还有很大进步。阿 K 阿 K 阿 K 干嘛？我要喝水，我好渴，太夸张了。一共拿2个，我觉得我现在脚又抽筋了，打枪蹦蹦。看一下是什么礼物，领奖牌了，开心。是干嘛 ？We meet again。大家跑完了之后排队做 massage， 就是用冰块按摩，它会浇水来降温，再用冰块按摩，两个人按摩，好冰，就是拿着冰块揉一下，会拉伸一下。挺多腿受伤了，那边马萨吉按完了之后还有朋友之间相互按摩的。这个是我们的号码牌，晚上就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沿途的照片，还有我们的排名，看他们的编号都没有过千，202号，超酷，905号，世界各地参加马拉松的人。你不可能说是你半马跑一个两个你就想比全马，就不，那我就跑7个半马就是参加全马。可以，7个也不少了，3年内跑一个全马。可以，加油。